欢迎收听美食来点林语堂，我是唐编。今天我们来到了胡适纪念馆。上次我们去前木故居之后，我们谈到当时候中国文人的一些所谓的选择。那前木是选择了固守传统，那我们这次也来到另外一个走另外一个路线的文人学者，他就是胡适。那在真的介绍胡适之前呢，我们这次其实唐编是来到了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跟我们的一位非常友好的导览员呢，也是我们以前的导览员呢，他现在在任职在胡适纪念馆这边哦。那我们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对谈关于胡适的一些事情。好，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阿 P。大家好，我又出现了。对，如果有收听美食来点林语堂的朋友的话，其实阿 P 也是常常来我们上来跟我们聊天的一个朋友这样子。那也是以前也是我们的以前的林语堂过去的导览员。那阿 P 你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现在在胡适纪念馆担任什么工作呢？我在胡适纪念馆的话主要是做导览。那因为疫情的状况，我们的工作的话目前是以资料整理档案整理为主。那么当然啦，希望恢复到以前很多游客的状态，虽然当然有点累，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算是对名人故居对博物馆是比较好的。那目前导览的话，平常就是大概像胡适纪念馆平常开放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之前在疫情的时候曾经是把时间缩到只剩3天，那目前呢我们又把时间调回原本疫情前开放的时间，只是上下各缩了半个钟头，所以现在开放的时间是礼拜二周二到周六早上9:30到下午4:30。那如果想要听导览的话，是不是先要预约？就是我们导览的话，我们接受10人以上的团体1周前的预约。那如果说是比较少人参观的话，其实我们对于人数少，我们的展场还是蛮友善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文字比较多，如果你慢慢看的话其实是 OK 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展场有语音导览系统，只要扫描 QR code 都可以透过手机听到导览。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展场都有工作人员，那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想要知道的地方都可以问我，直接问我们的展场工作人员，那是很 OK 的。哇，真好啊，胡适纪念馆好有钱啊，中央研究院好有钱啊，好羡慕啊，有病啊。好，那个南港对不起啊，应该说胡适纪念馆在中央研究院里面哦，所以其实它是在南港的，它的地址是在研究院路128号。好，就是研究院路2段128号。所以如果听众想要就是听完 Pocket Talk 对胡适这个人有兴趣，欢迎在刚刚讲的时间哦去这边来去听听导览，哦，看看胡适的展览。因为我自己觉得哦，胡适纪念馆的展览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资料非常详细哦。好，那当然讲到这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切入要题了。其实我们想要问是说关于胡适哦，其实或许当然很多人知道说胡适是一个很知名的学者，他以前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哦，但是有些听众不是很了解是说胡适的生平是怎么样哦。那对于他以前的学术专长是什么，那能不能请阿P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说那胡适之前胡适的这个人生是怎么度过的哦。那其实胡适最为人所知，甚至跟我们现在用所谓的华语传统沟通的人最大的关联性，当然就是白话文的一个革命运动。那么胡适呢，本身他是出生在1895年，是出生在1891年的上海。那么他在最早的时候，因为父亲胡传来过台湾，他也在那个时候到了台湾1年10个月。那么后来呢，他在家乡读书，之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
然后跟着庚款留美的，他是第二届考上第二届庚款留美的学生到美国，先在康奈尔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他的哲学博士的学位。那么之后1917年回到中国，然后1919年的话是算是领导，虽然他那天并不在北京，那么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一系列的新文化的浪潮。那么在之后抗战的期间呢，他代表中华民国出使了美国，是中华民国驻美全权代表。那在1946年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很可惜，在两年之后，他碰到了国共内战。那么他呢，接受当时蒋中正总统的请托，到了美国，企图再度游说杜鲁门政府给中华民国政府协助。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中华民国跟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的任务也没有达成，所以他一直滞留在纽约长达九年，一直到1958年他才回到当时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那么很可惜，很遗憾的就是在1962年年初2月24号他就过世在南港中研院。那是一个院士会议 下午欢迎院士回来的酒会，他已经在送客了，因为疲劳过度心肌梗塞猝死在酒会当场。哦，问一下，所以其实胡适早年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教育吗？ 对，传统的教育，他传统教育的底子他非常的深厚。所以他是小时候是可能是以现在的目光，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可能是国高中的年纪是去念这种中国传统教育吗？有点像是更小，就可能国小的时候。对，那个时候都大概是六七岁，甚至更早，就以前叫做启蒙嘛，开蒙启蒙。所以那后来他是接受了西式教育，对，他是念一个叫做中国公学。刚刚听到您，中国公学是当时新办的学校，那么大概就是现在的高中到二专这种状态。然后那个学校有教很多西式的，包括英文，包括几何，包括代数，就有点像是现代的教育。对，但是说他后来就是去留美，就是是念清华之后再留美吗？还是说？哦，没有，他直接去考。是这样的，当时候呢，庚子赔款，1900年我们知道庚子全乱，那么后来呢，中国赔了当时候，辛丑合约，中国赔了当时候人类史上最大的赔款。那么当时候的美国呢，比较理想性。他把除了士兵之外的一些士兵抚恤之外的钱通通退还给中国，但是有说希望中国把这笔钱用在教育之上，不要让那些杀传教士、烧铁路这些不文明的状态一再出现。当时清朝政府有两个举措，第一个就是成立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林语堂当初是走这条路，另外一条路就另外一个举措就是他开了三届的庚款留美，那么也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公费留学。然后胡适就是第二届庚款留美的学生。所以他是算是很早期就是留美，对，直接去美国念大学的学，对，康奈尔大学，对，康奈尔大学。但我们看简介，他一开始是念农业，对不对？对，他原本因为那个时候出国，他们想要报国最主要的都是
实业，那包括林语堂故居里面有副文物陈立夫，陈立夫很难想象，大家都知道他是西西派，是当时国民党的中枢核心首脑，但是他是去匹兹堡掘矿的。嗯哼嗯哼，那么像梅贻琦啊，像任鸿俊啊，他们也都是工科的。嗯哼嗯哼，那胡适当年是学农，那他算是我们李登辉先生、黄大周先生的大学长，只不过他在农科只读了一年，他觉得志趣不符，转读文科，主修政治经济，就是转去哥伦比亚大学。没有，他一共在康奈尔大学在读了五年，然后他只有第一年是读农科。所以其实这可以看到一个转折，就是从实业转回人文学科这个路线，这样子可以看到胡适是从这个路线走过来，是这样吗？对，其实那时候还有蛮多人都是这样子，包括鲁迅也是。对，我记得鲁迅也是以前念医科，后来他最早也是念那个心学，是编。嗯哼嗯哼，好像是偏工的，然后再改医再改文。哦，但我觉得他这，我们回头来看胡适的成长的背景跟他的教育的背景，其实他跟我们谈到很西化的林语堂真的不太一样。哦，他早年是很传统，后来慢慢的接受了西化的路线。那我们接下来想要问是说，因为上一集其实我们跟胡适故居那边，对不起，是钱穆故居，他们谈到是说钱穆是很固守传统的，就是他坚持做中国的近现，或者说中国的史，或者说他就走传统路线儒家史。但是胡适在民国初年提倡是有一个论述，其实叫做全盘西化。那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对于胡适这个又接受中式或又是西式教育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应该是说这是留学后会有一个必然有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么我们去来谈谈留学，其实我们说留学现在想到就是突破空间的限制，就是到从这个地方可能到地球的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在我看来不只是这样而已。那么我们可以说呢，我不管是胡适，不管是林语堂，到当时的美国留学，他们就像坐了时光机，他们除了突破空间的限制，他们感觉是来到了未来，然后他们在未来，所谓的未来就是比较先进的美国生活，那么他们也会思考说，我的国家要怎么样可以这样子。然后当他们留学完了回到中国，他们会觉得说，我感觉我又从时光机从未来回到现在，但我必须要让我生活的环境，让我生活的国家能够到达那种比较先进比较时髦的一个境地。那么这个就是你说留学其实它所代表的未必只有空间的突破，可能一个时间一个转折，它可以去预想说我要怎么样到达那个境地，我的国家怎么样能够更好。所以是说留学那一批学生到国外其实受到蛮大冲击的吧？对，不是也是一个蛮受冲击的一个学生。对，但后来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他对全盘西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全盘西化其实是比较一个耸动的想法。对，胡适认为说我们如果能够按照国外的制度，按照制度走，但是这个制度是在中国，所以虽然按照国外的制度走，那因为在中国它会有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改变，而且这些调整这些改变一定是一路上都有，所以到时候这个制度会变成一个属于中国的制度，所以所谓全盘西化只是方法而已。
当然西化这个名字对于当时的中国是尤其是绝大部分是比较保守的人是非常恐怖的。那后来呢他就调整为充分的世界化。嗯，那么以充分的世界化来讲说中国必须要跟世界接轨，在接轨之后不管是生活品质不管是大环境也好政治环境也好都会远远的比现在都会提升都会有所改变。嗯，这已经说胡适一个这蛮有理想的一个人，看起来就是充满了理想性。对，他那个时候他说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对吧？我记得他有讲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林语堂也是这样说啊。对啊，他也是这样说。对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想法是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是好的。只是说想要问一下，是说因为你刚刚谈到说全盘西化是对于对保守的人来说，或者说他们对于传统，可能是说如果做传统国学的人会不会觉得是你现在要排挤我们吗？会对于这件事情，只是说甚至想要问说其实胡适对于传统或者说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很多人在讲到武士之类的论述呢，他们会一刀的切断，就说哎，这些是例如说学恩派是守旧派，然后胡适啊这些是领导反传统的革新派。那其实胡适对于传统来讲并不是反传统，他是反一味的继承，也就是说他所反对的是理所当然。他认为说到了这个年代中国需要转型，你要把以前传统下来我们不会去思考对错的所有的东西，它的价值要重新的固定。那么我讲反传统跟反理所当然，后者是一个态度，认为说什么东西我们都要重新审视这个价值，那这个跟我们一般讲的反传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要从传统之中找出新的东西来吗？找的分出好的坏的，不好的例如说什么缠足啊，或者是他有讲的太监啊，这些当然都不要。那如果是好的他为什么好我们应该知道，知道以后他当然应该留下来甚至应该发扬光大。嗯，了解。只是说那个胡适啊在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当然应该也有蛮多人认同他，但同时刚刚谈到的一定会有人反对他的。那像反对他是他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呢？在这个他的理念上面他主要的反对的声音主要是诉求什么呢？我想到目前一直到现在为止的比较保守的在一个区域一个地区比一定是比较多，尤其是自诩为所谓的正宗啊或者是传人之类的。那么当时候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四书五经一路出来的知识分子，那中国对于这些也有一些自傲也有一些自大，那么要面对然后要改变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又卡到一个就是说中国难道自己不能变好吗？一定要接受西方吗？这种论调。那我这是更难的。那我其实当时候有蛮多人是对于这些是一个持反对的态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就是而我都是靠这些上来，这些如果通通不用了，我这原本的既得利益者也都没有了。嗯哼哼，这也是一个面探讨的面向。对，因为对传统保守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啦。就是如果站在今天我设身想地，在当时候，如果专门是做传统的人，听到说，哎，现在他们要搞全盘西化，那代表是不是？
我做的事情是毫无价值的吗？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这种想法、哦、嗯，所以其实刚刚你谈到说胡适讲的充分世界化是有点把全盘西化这件事情柔和一点缓和一点，对，是有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的，应该没错，就是这样子。所谓的充分世界化就是他强调他的方法，而不是强调比较耸动的，传统的东西都不要，传统的东西都是错的不好的，我们要改。没有，我们只是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可以跟世界接轨。嗯哼哼哼，我刚刚也想到是说，其实当年大家都想要救国，我觉得那个民国初年大家都想要救国，然后像胡适会选择这个路线，钱穆也是另外一个路线、哦嗯、就是你怎么看待钱穆的传统救国，或是传统的，就是你怎么看待呢？这应该说应该另外一种，应该是说你怎么，你觉得胡适怎么看待钱穆的关系呢？他们两者之间，因为其实胡适跟钱穆的关系一直被炒作，就是他们可能有仇啊，他们完全不一样。其实我在看档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只是针对的面向不同。那么钱穆认为说，其实我们自己的东西可以发光发热，甚至可以给我们力量。那么胡适对这方面未必是完全反对，可是他认为说国际的东西，现在新的东西或许可以让我们好得更快。那么我认为他们两个症结点在这里。那么尤其是学术上面，例如说老子先、庄子先，这是完全是学术议题的攻防，那我讲那是一个很 open 的，也不会有所仇恨的。嗯嗯嗯嗯。那只是后来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变成他们两个有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从书信来讲的话，并不是这样。这看起来就是路线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都是希望中国好，就希望社会更好，国家更好，都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子、哦、但当然我们谈到钱穆这种比较、啊、他看起来是有点像是两者之间有点不安，但其实实际上不然。我们会回到另外一个人哦，因为谈到林语堂。嗯，林语堂本身是一个如果有听众知道的话，其实林语堂本身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从小就接受西式教育长大，但是他在成长后，他其实有点不是那么，他也是有点两者之间边柔尽致，就是两者之间就是说中跟西都要兼顾的一个人。他不是那么他没有到说完全要全盘西化吧，我印象中他好像都没有太特别支持这个理论，但他也没有特别说要非常固守传统的一个人，他觉得好像两者都要兼顾，是这样的吗？你自己觉得呢？其实如果照你的说法，就把胡适的所谓的全盘西化说得太过或者说得太强硬了。嗯、那我们可以从胡适、林语堂他们共同的就是留学美国这里谈起。那么当时候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甚至比较理想化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些留学生看到了这个美国当时的情景，当然认为说这是我们国家希望到达的一个目标。那也因为美国当时的包容，当时比较包容、比较理想化，所以变成不会很强硬，不会像留欧洲的、像留法、留德的、像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留日本的、主张军国主义的，这些这么强硬。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留学的一个地方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嗯哼哼哼哼，只是觉得可能是因为留学的经验让他们会看到的视野对完全不一样。 对, 对, 对，因为美国是一个，尤其是跟那个时候的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美国是一个非常理想性的国家。你光看他是率先把庚款
欸，他觉得说我不要拿这些赔款，他可以全部回给，全部送回给清朝政府，这是非常理想性，现在也是看到绝对不可能在现在出现的状况。是啊，因为看起来就是明显就是像林语堂或者是胡适他们留过美国，他们也是会有一个理想性在，对，他们可能会期望着这个制度进来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好，他们有这种，对，我觉得简单来说他们真的是乐观主义者啦，对，在蛮真的蛮乐观的，坦白讲，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就这个又听众自己自行判断了，这个就因为毕竟就是说不止他们，中国也有其他的改革力量，也有其他的改革想法，而且当时候的世界局势，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其他在租界内的影响，中国本身地方，那时候前期是军阀割据，后来呢也是各个有各个的山头，也有自己的利益分配，所以不是林语堂没有一个比较纯粹的环境，所以因为这些无限的一些外在的条件加入，那么有更多人会有更多的想法，这也是理所当然。这点回过头来讲，我们看到胡适的路线其实也不全然是一个很极端的路线，其实他我觉得像我们上次听钱穆故居讲完之后，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学者林语堂、钱穆跟胡适他们尽管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他其实都没有走到非常极端的路线。其实这样听起来，胡适也是尽管他提出了全盘性化，但其实他是不断的去修正他的路线，就是慢慢回归到一个折中的做法。对，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当年的中国真的如你刚刚所谈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势，就是没人有没人的想法，没人有自己的方法跟形式这样子。那最后是变成另外一个样貌，其实就是应该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了。我觉得这确实真的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变成像某个国家，或者说他进来之后会不会变成国家，但谁都没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是叫做历史的偶然性还是历史的必然性了。我觉得这个很难，这有待以后的人再去判断的。那我们回过头来是谈到后面，就是其实胡适跟台湾，我们还谈谈看胡适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哦。就是如果有些听众知道的话，其实胡适的父亲好像也在台湾做过官，对不对？对，胡适在1891年出生，胡适的老爸胡传叫字铁花，胡铁花。如果年纪比较大看过古龙小说的人就知道，那个楚留香他有个好朋友叫胡铁花，那么胡传字铁花就是那三个字。那在1892年他奉调来台湾担任官职，那他一共有三个官职，最后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台东直隶州的知州，那他在台东相当于现在一个台东县长的职务。那么胡适在1岁到2岁，一共1年10个月，都是在台湾度过。那么之后呢，胡适在被记录到记录下来的，他在跟同事啊，或者是他朋友谈笑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从小就不晕船，人家在去美国的途中吐得稀里哗啦，我从来都不晕船。或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乘船渡过黑水沟，有这种有打疫苗这种概念。所以，所以是说，突然想到说台东好像有一个叫铁花路，对，铁花路还有一个园区叫铁花村，其实有点像是纪念胡铁，就是胡传，纪念胡传。其实他在那个时候还做了蛮多事情，例如说教人家耕织啊，例如说处理汉人原住民的事务之类的，感觉非常边疆耶。台东，对啊，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疆的位置。胡传本身就是当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有很多救国的理念，
那么胡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读书人，但是他认为说国家当时清末到碰到的问题都跟边疆 有关系，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他作为一个读书人，中国的四极他跑了三极。什么是四极？中国的北极，北部的边疆是叫宁古塔，大概是现在哈尔滨在北一点点，他去过。中国的南疆是在海南岛，他也去过。中国的东极，没错，就是当时的台湾台东，他也去过，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读书人。所以还差一点就去西边了，真的还差一点。或者南极就是海南岛，以前叫雷州，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是苏东坡也是在漳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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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苏东坡也去过天涯海角。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胡适很早年就跟台湾是有一点关系在里面的这样子。对，但是他少年时候应该是他晚年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吗？胡适。对，就是在1948年以后，他离开中国，先来到台湾，然后再到美国。所以胡适在台湾总共也待了快，到他过世之前是总共待了几年呢？大概10年吗？没有没有，没有，他晚年回到台湾，1958到1962，大概是4年，4年左右，4年多了。然后就算他加上最早的1年10个月，5年多，然后加上1948到1958。中间陆陆续续有访台的状况，大概就是6年，大概差不多5到6年的时间就要在台湾，所以就是非常不能说特别长的时间了、啊。如果来看的话，大概对，可是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啊，他的头、他的尾，对啊，跟我们台湾确实就是在算好时间真的不是太长，但真的是头尾都跟台湾有特别的关系，有特别关系，对、啊、对。但台湾之外，其实他跟中央研究院其实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连接、啊、就是像是说、因为他后来来到台湾是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那他以前在中国大陆时期的时候跟中央研究院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其实一开始是1928年，就是所谓的北伐统一之后，然后南京政府从军政进入宪政，从军政进入训政，然后呢开始有中央研究院，有一个这样中央研究的机构。那1928年，民国17年的时候，中研院成立，胡适就是评议员。那么到1948年，1947年，那么他担任被选到院士。那么其实他来台湾担任院长有一件很有趣的典故，就是当时候当然老蒋是希望他出任院长，因为他在国际上面也是知名，他不只是知名的学者，也可以算是争取自由的斗士。那么胡适原本不愿意，因为老蒋算是把前任的院长代理院长朱家骅算是把他就是让他解职，然后要请胡适回来。胡适原本不愿意，但是胡适想到说从第一任院长蔡元培，然后接下来的朱家骅代理院长，这一路下来，中研院有建立一个自由的传统。那如果说他不当这个院长，那么院长，接下来就是可能被官派。官派的学者，据余英时的研究，最可能的就是我们现在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那么他跟党国是走得比较近的。那么所谓中研院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那可能会毁于一旦。所以到晚年，胡适虽然身体不好，
那么虽然说他对于朱家骅的下台他非常不满，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因为中研院院长很麻烦，例如说很多人来访问，不管是学者，甚至当时的友邦总统啊、高官啊，正要来，除了政府要接待，他也要接待。其实中研院的院长对他来讲，如果是学术职务上面，我觉得以那个年纪是还好的，但是其他这些应酬啊、高官啊，这些真的是对他造成非常多的伤害，这个负担，负担绝对负担、这个行政上，不管是行政上，但研究院院长，所以他是来到台湾才当研究院院长，对 对吧？哦，那真的是好累哦，很累，他听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累。老年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大概是几岁呢？他来台湾的时候大概是68岁左右。68岁还要当一个非常硬核的工作啦，就是非常累的工作。尤其是这里跟当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研院这里我们说生活机能几乎是没有、这里连马路都没有啊。那么这里当初所有的马路都只到那个南港车站 CityLink 那边，所以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年这个中央研究院刚成在台湾成立的时候，因为他经历过几次搬迁嘛、好像是从台湾来的，第一站好像是先到杨梅，然后从杨梅再搬到南港这边。对，然后因为南港这边地也大，应该说地大又便宜、是这样，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对，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个传说啦，就是说因为还在美元开始，然后朱家骅代院长就跟老蒋要求就是复原。那么传说里呢，老蒋有开给他三个地点。第一个地点就是我们现在故宫那里。那朱家骅看到故宫呢，当然拒绝。拒绝的理由，第一个腹地不够，不能拓展、第二个可能他是真的理由，就是他在总统家后面、老蒋如果三步五十来散散步的话，那可能要做离士林官邸这么近可能要做研究都会被鸡飞狗跳，再怎么样都不要坐老板后面那么第二个传说的地方是政大，那我政大那边其实是 OK、但是政大有个致命的伤，就是说他那边会淹水。那我到民国80几年、90几年，那边碰到台风都淹一片。那么对于仪器、对于书籍来讲，这绝对是大忌。那么后来呢，朱家骅因为钓鱼来看到这块地，那有一个我们耆老的一个传说，就是朱家骅看到这里觉得非常满意，之后他就跟人家讲说：“哎，这些研究院啊，这些研究人员，你们进来就在这里好好的读书，反正交通不方便，你们就不要出去了。”好了，这样听起来也是蛮合理的啦，中研究院嘛。但是，好。那刚阿P分享完那个研究院的一个中研究院的一个成立的一些小趣闻呢，但我们还是回到胡适上面哦。那在胡适他在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是住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住在中央研究院里面。对，那胡适会选择住在这里，其实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当然就是院务方便嘛。那我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太讲的，就是胡适本身在民国算是风云人物嘛，名气太大，当然应酬多。那么他住在这里非常非常非常偏远的地方，以前这里叫做南港镇，非常偏远的地方，道路都不方便，他可以推掉很多很多的应酬。对，
对，以当年来讲，大概民国四十几年嘛，对不对？当年是民国，没有啦，1958年，民国四十九年，大概1958年的时候，南港其实都还没发展起来的。南港那个时候，听说朱家骅选这一块地的时候，是因为南港有自来水。南港是台北市第一个有自来水的。哎、欸，这蛮第一次听到，原来是这样。对，就在那个中华科技大学旁边。嗯。那因为南港这里呢，以前是旁边有小小的煤矿，有好几个，包括珍珠库啊，包括旧庄有小小的煤矿。所以呢，这边的水不管是浅井，就是比较浅的井，或者是溪流四分区这里要洗煤，水质都不好。嗯，所以为了让这边能够发展，这边有煤，一定要有很多人力进来嘛。这些人力不能生病啊，所以这边算是台北，目前台北是第一个有自来水。有净水厂的地方。好，那南港，当然听了南港的一些历史之后，我们来听听看，就是说，在胡适啊，他其实胡适在研究院这边过世了，对不对？就是他在一次的会议，应该是演讲上面，突然之后心脏病发，对不对？1962年2月24号那一天，胡适抱病主持第五届的院士会议。早上院士会议开完以后，中午他回来故居用餐，然后休息了一下。下午4点半，在蔡元培馆那里呢，有个欢迎院士回来的酒会。嗯。那么酒会上非常的开心，胡适也是讲了话。那么只是到了酒会已经几乎算是结束，酒会在结束之后，胡适在门口送客的时候，这个时候胡适因为疲劳过度，心肌梗塞。胡适从驻美大使期间就有心脏病，嗯，然后他就是过世于心肌梗塞，那个时候大概晚上6点半左右就走了，是这样子。对，就算是猝死。这个简单来讲，以胡适算是过劳死、欸。其实可以算，这个可以算是过劳死，真的可以算。如果看他晚年谈话录，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而且太杂了，包括什么人事纷争啊，包括应酬啊，包括政治上面雷震安对他的打击啊，他又要处理中研院的院务啊，那你说他过劳死，真的是过劳死，真的。但我还是来听听看，是说在他过世之后啊，那像研究院这边也成立了一个纪念馆，那像这个纪念馆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是他过世之后？他过世之后，研究院就有一个计划，把他的故居保存。那么最初只有这个故居，然后他的好朋友 Stein 就是 AIG 的创办人，CB Stein。台湾翻译是，我们翻译是历史的史，带领的带 ，Stein， 那 Stein 呢捐了25000美元，相当于台币100万，1:40吧。你当年吗？对，中研院呢用了其中的1/5，花了20万建了这个陈列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陈列室。其实是胡适后来过世以后才盖的，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陈列室，有故居，那后来又把胡适墓园纳入这一部分，所以胡适纪念馆如果说完整的，只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陈列室，第二个故居，第三个胡适墓园。嗯嗯嗯，所以其实是胡适过世之后。基本上正式开幕是大概是什么时候？
之前的话就是碰到一些节日，例如说胡适的生日啊，胡适过世的时候，才会开幕。那正式开幕是比较晚的。哦，所以其实往就是他成立完之后，其实并没有立即对外开放，也是说只有特定的，只有特定 对像是 Open Day 啊，或是开放日的时候才会特别开放这样子。所以在后来政策慢慢改变之后，就变成现在有点像是博物馆的形式去做。现在就是以博物馆的形式为，就是以我们说，就是有点像是名人故居啦。对，就是他其实胡适纪念馆，因为他连同胡适生前住的故居也是在这边，所以其实他也算是我们名人，他也是我们名人故居的一个部分。是是，当然当然，我们跟林语堂做了蛮多合作。我们之前在这里有个特展，是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是胡适与林语堂。那林语堂也跟我们做了个合作，然后做林语堂早年的书信展。那个展览所用的书信就是保留在胡适档案里面，林语堂在早年写给胡适的信。对，我记得这个展览，这是非常有趣的展览，就是因为是我办的，因为这个叫师之兄，就是因为师之兄，就是林语堂都叫胡适叫师之兄这样子，师之兄，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展览。这边也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当年啊，林语堂在出国留学的时候啊，好像是因为，是，对啊，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林语堂在出国留学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他好像在美国吧，我记得在美国，然后他在回忆录上面是说，因为钱用完了，所以他跟北大，那时候北大校长是胡适嘛，对不对？不是不是，蔡元培。蔡元培，然后说他跟北大，对不起对不起，我也讲错，是蒋梦麟。蒋梦麟嘛，然后我说好像是跟谁预支了部分的薪水。哦，那件事情后来是确定林语堂的记忆有失误。对，因为我这也是失误，因为当年在林语堂的回忆录，就应该说他的自传里面写说胡适借了他$2000，那其实应该数字没那么大啦，对不对？对，数字没那么大。那胡适，主要就是那个时候的，因为，据说那个留美的群体里面，好像是官员吧，有人拿这些钱去炒股票，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自杀。所以林语堂本身呢，他不是学生，他是以教职员的身份去留学，所以他的半额的那个奖助学金也被停掉。那个时候林语堂就是碰到了非常大的困境。那其实他在出国之前有跟胡适口头约定说，我在留学回来后，我要到北大去任教。那我在这种情况下，他死马当活马医，只能试着跟胡适说，我预支我之后在北大的薪水。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胡适呢，把先帮他把之前还没有寄过去的想办法先弄寄过去。那他胡适当然自己也有借给他一些钱，但是绝对不是林语堂回忆上面讲的很大这么多。当时候的$2000真的是很大，很大一笔数字耶，$2000很大，当时候的应该没有那么多，但实际数字大概会是多少？我记得是200-300。然后除了200-300，他还有帮，就是协助，就是说让那个当时候的经费更快的拨下去。就当年其实清华的半官费停掉是有点是无故停掉的。对对对，林语堂传在这方面写到牙痒痒的。对啊，他说有个人就把他们的钱拿去炒股，然后那个人就后来炒股炒到不行了，所以就去跳楼还是怎么样自杀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对，总而言之就是说，其实胡适但是等到林语堂回国之后跟北大校长提起这件事情，北大校长就觉得你在怎么讲什么，你在讲什么。那其实后来他发现其实是胡适在帮
对，林语堂帮他畅通一些经费上的困难。因为胡适当年是在北大任教什么？任教啊，是在做教务长吗？还是哪个？还没做教务长，对，还没做。他那个时候应该是系主任吧？不过他们新派的，包括是不是文学院院长之类的，类似这样子的。嗯应该是系主任、院长，院长可能还没有，但是觉得应该是系主任。反那个时候呢，胡适其实在北大，他也算是当时候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在北大把国外学到的新思潮、新知识都普及在当时一代的知识分子上面。对啊，因为当年我记得他们留学回来，很多都是在。他们当年回来之后，其实很多都去北大任教这样子。对对，像是哎、我刚想问，林语堂也在北大任教，胡适也是在北大任教，徐志摩也是、啊，徐志摩也是。我记得钱穆是不是也是？钱穆也在，钱穆也在北大。他一开始在北大，后来在燕大、燕京大学。对，后来也是。当时候北大是非常多民国的文人哦，应该是说海纳百川、啊。对，那个在蔡元培的主导之下，不管是新派，不管是旧派，都可以在北大。其实当年校风是非常非常自由的，非常 open， 那种 open 的一个风气这样子。所以这个以上就是我们这林语堂跟胡适的小小故事这样子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 P 来跟我们做一个有趣又不失深度的一个访谈哦，我觉得是蛮开心，就是 也听到很多胡适不为人知的事情哦。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哦，如果你有机会啊，真的可以来胡适纪念馆走走看看，因为其实胡适纪念馆跟他的故居其实非常值得一看，也很多当年的文物要保存下来。那除此之外，其实中山研究院有很多的不同的馆所，像是进食所或说食语所，这些都是一个我们是说台湾里面一等一的博物馆，也是保存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馆藏。对，那食语所的文物陈列馆，很多人认为说比故宫还值得去。中国第一代的甲骨、简牍、青铜都在这边展示。像民族所啦，它的民族学博物馆，它是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类学博物馆嘛，那都可以来参观。是。欢迎各位听众来走走看看。那好，今天美食来点林语堂哦，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可能会再找，下次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啊、哦。但我有在旁边有在规划，是说下次会再请钱穆故居的伙伴一起跟阿 P， 我们这三方一起来聊聊看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选择这个大总会哦，真是一个到底会不会修罗场，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是不会啦，我们都蛮 peace 的这样子。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就到这边，好，先这样，拜拜，拜拜。